Dajahao. I'm Chuck Tabor, the Dean of the Graduate School at Stony Brook University. For many years now, the Graduate School at Stony Brook has sent a team of faculty and staff to various parts of China in the hope of recruiting the brightest and most talented scholars in the world to our campus. After many years of conducting these interviews, it became apparent that when considering Stony Brook University, most prospective graduate students have a set of similar questions. This video seeks to answer these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For example, what is the weather like in Stony Brook? What will you eat? What is there to do for fun? Basically, prospective students are curious as to what life will be like when they get here. We realize how important these factors are when making the decision about where to attend graduate school. This video series should answer many of your questions. We hope to give you, our future students, a glimpse of what life is actually like at Stony Brook University through the eyes and experiences of graduate students who have recently come here from China. We hope you find this first-hand information useful in your decision-making process.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on our beautiful campus in the near future. Juni Hao Yun.大家好，我是葛欣蔚，一名在读的纽约实习大学研究生。当你们准备来美国进行研究生阶段学习的时候，一定会对语言融入问题感到困惑。为此，我们希望通过该视频帮助你更好地了解语言适应过程，并提供策略帮助你进行更快地语言融入。在这儿呢，想给大家讲一个我上课开了小玩笑的故事。 刚来的时候，我们上课有很多课堂讨论的环节，但是无论多少人跟我说你要多参与呀，要更积极呀，心里就会觉得臣妾做不到呀。一方面担心自己的英语不够好，一方面也害怕说一些很蠢的事情。但是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我开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小玩笑，结果全班哄堂大笑，有的人甚至把手伸过来跟你说"good one"，然后对一下拳头。那一瞬间真的觉得很融入这个集体中。后来想想，也许我们并不一样的一些华丽的表达，仅仅是真实的表达自己就足够了。我参加过很多美国人举办的聚会，从中我学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真的很能聊。 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在这参加这些聚会之前，可以准备一些有趣的话题，比如我就很喜欢跟他们聊当下的时事和美剧，这样就不至于太尴尬，要一直站在那里听他们说。向大家介绍一下 ESL 课程。ESL 课程呢是这个学校为了帮助国际学生提高对英语的听说读水平而专门开设的一个课。那我呢就是在这个课堂上练习了美语的发音、语调，学习了很多美国的俗语，当然也了解了很多这里的风土人情。那除此之外呢，为了帮助同学们能够更快地胜任科研和助教的工作，这个课堂啊还特别注重培养同学们做陈述报告以及讲解知识概念的能力。 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得以更好地、更快地适应这里的学习和工作。嗨，我是物理系的，在我们系新来的学生都要承担至少一年的教学任务。我曾经带过2个学期 pre-med 的物理实验课，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共同学习的机会。在你教给你的学生方法和知识的同时，你也可以从中收获非常多的经验和想法。 在做 TA 的这个过程中，无论是你的语言能力，还是你的教学方法，都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很快地得到提高。做好 TA， 我想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我是在第一学年结束的时候加入我现在的实验室的。我们实验室里既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我觉得其实实验室里有很多可以让我提高英语的机会。 比方说，在每周的组汇报告上，我会认真去听，尽量捕捉更多的细节。在别人做报告的时候，我也可以学到一些地道的英文发音和表达方式。所以，只要你足够留心，在实验室里随时都可以提高你自己的英文表达。除此之外，如果你刚来到美国，有一些英文写作方面的困惑，我们学校也有相应的写作中心，里面的老师和本土学生都可以坐下来和你一起。 读你写的文章，帮你修改里面的语法错误，提高你的英文书面表达能力。
我是来自商学院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我们有很多的课堂讨论和小组作业，通常需要我们很好的和组员沟通。中国学生非常的聪明，而且有很好点子在脑海中，但是由于语言的限制，我们不能很好的沟通。其实呢，在小组讨论中，我们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口语能力，更重要的是还能够交到很深厚的友谊。好，如果你想来石溪大学继续你的研究生学习，那么你一定会好奇，除了上课和做实验，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石溪呢，坐落在纽约长岛上，距离热闹的纽约市很近。当然，即使在校园里，我们也并不寂寞。在校园里或者附近的小镇上，常会举办很多有趣的活动，设施完善，能够使你的课余生活丰富精彩。在这个视频里，我们将选取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介绍给大家。嗨，大家好，我们看到的这座漂亮的场馆呢，就是我们石溪新建的体育馆。我们学校实力一流的男女篮球队的主场就坐落在这里。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深受同学们喜爱的 Wolfie， 我们学校的吉祥物。Hi Wolfie, please say hello to our Chinese friends。 我和 Wolfie 经常来这里观看比赛，来自全美第一级别大学生篮球联赛的各队伍之间激烈的竞争对抗，常常让我们热血沸腾。当然 Wolfie 是可以坐在 VIP 位置上享受比赛的哦。除了篮球赛，这个设备一流的场馆还可以举办音乐会等一些其他特殊活动。在校园里就可以享受这么多的乐趣，这种感觉简直是棒极了。让我们一起 Go Sea Wolves。是在石溪大学的 Stellar Center 艺术中心。那身为石溪大学的一员呢，我们随时都可以走进这里，欣赏众多的艺术演出。像最近我们就迎来了两出非常优秀的剧目，一出是我们的戏剧《人生如梦》，还有一出呢是由艾默森交响乐团带来的音乐演出。所以说，身为石溪大学的学生，我们走进这里就可以欣赏到众多的艺术演出。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学校新建成的体育中心，这里有充足的体育设施可以供大家进行各种有氧、无氧和球类活动。健身中心提供有五花八门的健身课程可以供大家学习和提高。这里每天开放的时间长达18个小时，这使得工作和学习繁忙的研究生也可以选择自己合适的时间进行锻炼。大家好，这一站我们来到了 Smith Haven Mall， 这是石溪大学附近最大的购物商场。周六呢，我们如果想来逛街的话，可以乘坐免费的公交车。对我们来说，周末逛街购物也是学习工作之余非常好的锻炼和休闲方式。我们想要买衣服、鞋子、化妆品，在 Mall 里可以找到各种各样我们熟悉和不熟悉的牌子，比如梅西、维多利亚的秘密、Loft、Gap、Banana Republic、Ann Taylor， 很多很多。大家好，我在 Port Jefferson Village 的码头上，这里是离学校10分钟车程的旅游小镇。这边的码头非常的漂亮，特别适合傍晚和周末来散步。镇上有很多有趣的小店和餐馆，另外小镇的节庆活动特别的多，比如说每年的独立日游行，还有龙舟赛节。此外，镇上交通很方便，我们可以坐火车去纽约，还可以搭渡轮去康州。在实习生活呢，我们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除了在这里我们可以享受到宁静的小镇生活，纽约呢这个繁华喧嚣高大上的城市呢离我们只有80公里远呢、哦、我们可以选择乘坐火车巴士或者自驾去纽约玩儿。实际上呢，每周末呢这里都会有巴士，就在我身后的地方，可以接大家去纽约哦。有时间呢就去纽约放松放松一下，真是太美好不过的事情了。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到 New York City 来一个一日游啦。是啊，我现在是非常的高兴，但是有一点小小的紧张，因为这不仅仅是我第一次去纽约，更重要的是我终于能够亲眼见到我以前只能在电视中看到的美丽的景色了。是我们现在已经站在 Long Island Railroad 的站台上面了，石溪大学的火车站就在 campus 里面，所以非常的方便，而且早上和晚上都有班车。现在我们就要搭乘这样快要来的列车，1小时45分钟后就能搭到曼哈顿的中心 Penn Station 了。曼哈顿，我们来了。
我们刚从 Penn Station 出来，满怀着期待，这1小时45分钟的车程也不是很长。是的，在我们身后就是 Penn Station， 在它的上面就是有名的 Madison Square Garden， 也就是纽约尼克斯的主场。这里也是众多国际明星举办演唱会的场地。不久前，五月天也在这边开过演唱会哦。纽约其实比我想象的要繁华，走在纽约的街道上，你会感觉到置身于高楼和人群的怀抱中。当然，纽约的真实印象还要你自己来亲身体验。再走过两个街区，大家就可以看到纽约的标志性建筑帝国大厦。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时代广场，我相信大家一定在电影里、新闻里无数次的看到这个场景。每次看到巨幅的广告牌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我就变得异常的兴奋，我感觉自己与世界接轨。如果你是个音乐剧迷的话，一定不要错过百老汇，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许多部百老汇经典的作品，比如歌剧《魅影》、《狮子王》。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今年3月《悲惨世界》又回到百老汇，这意味着我们又可以在这个地方欣赏到这一部经典的百老汇作品。来曼哈顿让我最兴奋的事情之一就是可以参观博物馆，这边就是我最喜欢的 MoMA Museum of Modern Art， 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许多熟知的世界名画，像是梵高的《星夜》和达利的《永恒记忆》。在紧张的学习之后，来这边放松一下，喝一杯咖啡不失为一种好选择。还有一个好消息哦，实习大学的学生可以拿到免费的门票。大家好，我现在所处的呢是第五大道和中央公园的交汇处，在我左手边是著名的纽约第五大道，这里非常的喧哗，也非常的热闹。大家可以看到，这有很多的马车在这里。而在我不远处，我的右手边，那就是非常宁静而祥和的中央公园了。这里的景色非常的优美，特别是当我一个周学习之后，我能够来这里放松一下，是我很好的选择。现在我们在法拉盛，是位于纽约皇后区的中国城，这里距离我们学校只有1小时的车程哦。同时，新生还可以乘坐火车和地铁来到这里。法拉盛非常大，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中国食品，吃到各地风味的美食，找到心仪的发廊以及中文的图书。这里还有 KTV， 有奶茶吧，可以完全无障碍地用中文进行交流哦。你还可以找到中国的旅行社，带你去华盛顿、大瀑布等地观光。当你在准备来美国读研的时候，我相信你有很多问题关于未来在 Stony Brook 校园生活。你将住在哪儿？你每天吃什么？你将如何去选择出行？其实在我们来之前呢，和你有同样的疑惑。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希望通过提供一些我们日常生活的基本情况来为你解答这些问题。我来实习读研究生已经有一年了，而且我很享受在这里的生活。我经历了这里的春夏秋冬，今年的冬天我们下了很多场大雪，可是现在你看春天已经来了，快来自己感受一下吧。实习的研究生想要住学校的话是有很多种选择的，一般来说研究生多数住在公寓式的宿舍里，比如我和另外3个学生一起住在一间公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卧室，客厅、厨房、洗手间是公共的，公寓非常宽敞，都配了基本的家具，每个宿舍楼都有洗衣房，我们可以在宿舍里做饭，也可以在学校的食堂吃饭。住在学校的最大好处就是你不需要买车。如果你想住在校外，实习这个漂亮的小镇也有很多种选择提供给你，我们学校也有走读生服务中心，可以帮助你在学校附近找到安全合适的住房，就看你怎样选择了。大家好，大部分刚来实习的中国学生都还没有自己的车，不过别担心，每周7天学校都有免费的校车在整个校园运行，每周日你还可以乘坐学校的购物专线去沃尔玛和 Target 等一些当地超市，此外还有其他的公交车可以带你去购物中心、餐馆和电影院。我自己就经常坐车去校外的中国超市买水饺、面条和一些中国调料。用一个专门的手机 APP， 你就可以查到所有的校车时刻表和其他信息。坐公交车出行比较方便又很环保，何乐而不为呢？大家好，欢迎来到实习大学的查尔斯王中心。该中心是查尔斯王先生捐赠给学校的。他是一位成功的中国商人，同时也是位慈善家。王中心展现了实习大学对中国学生的热情与支持。
在这里你可以观看各种艺术展览，观看演出，参与亚洲文化研究会，庆祝中国新年，或仅仅来这里的 Jasmine 享受正宗的亚洲美食。我总是在这里用餐。在石溪拥有数量庞大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同时这里有很多为中国学生提供多种服务的学生联欢会和俱乐部。这里大概有很多学生和你来自于同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不用担心，你一定会交到许多好朋友的。2012年，在我接到实习的 offer letter 时，一个关于接待家庭项目的小册子引起了我的兴趣。这个项目为国际留学生与当地美国家庭牵线，让住在学校宿舍及附近的学生在节假日也有机会感受到美国家庭的氛围。在我们的host family 家庭活动中，有贝拉蒂利亚的生日 party， 有感恩节聚餐，我们还一起品尝中秋节月饼。这些经历对我们来说，对我们彼此都会是非常美好的回忆。实习大学有大量的科研项目，作为一个研究生，你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将在实验室当中度过。在这里呢，你可以认识到许多跟你同一个系的老师还有同学们。就比如说我来到这里的第一天，我们系就组织了一个新生欢迎会，当时所有高年级同学都来了，他向我们介绍了关于我们系还有专业的很多情况，比如说应该选择哪些课程啦，还有哪个实验室比较适合我了。当然系里也会为学生组织很多的社交活动，我们系就有一年一度的招待会，所有的导师、博士后还有高年级同学都会介绍自己的科研进展。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你了解你所感兴趣的课题，还有以后想要加入的实验室。我们系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那就是一年一度的啤酒节。这是我们利用我们自己的微生物学的知识呢，酿造属于我们自己口味的啤酒和大家分享。还有就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我们都会组织例行的餐会。其实说了这么多，我最想表达的就是，当你来到了实习，你实验室就会成为你第二个家，你实验室的同学呢，还有老师就会成为你新的家人。在你考虑到美国来读研究生的时候，你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到哪个大学上研究生，你应该选一个大学对你的生活、对你的发挥和对你以后的发展最有利的大学。我向你介绍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也叫石溪大学的三个优势供你参考。第一，石溪大学是一个学科齐全的综合性一类大学，这个大学对研究生的教育注重交叉学科的训练，这种训练使得研究生的研究有广阔的灵活性，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举一个例子，石溪大学有一个教授是一个化学系的教授，他用物理的办法、物理理论和实验的手段发明了核磁共振，也就是 MRI。 核磁共振后来得到了医学的诺贝尔奖，被广泛应用于各个医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化学、物理和医学这样的发明，只有在石溪大学这样的环境中间才能得到。第二，石溪大学对中国研究生非常友好。石溪大学是最早接收中国来的留学生的大学之一，在中国的许多院士都曾经在石溪大学学习或者工作过。这个大学里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就是王嘉玲中心，是由一个美籍华人捐赠的。你到了石溪大学，你会感到你很快就能融入这个大学的文化，成为这个大学重要的一员。第三，石溪大学位于长岛，这里风景美丽，离纽约市又很近，
纽约市是美国最大的文化和经济中心。在石溪大学，你有到纽约市社交和找工作方便的这个优势。石溪大学有70多个系，100多个专业，1800多个研究项目，许多专业在美国的排名都是相当的高，其中有不少专业是在美国的前10名，我指的是研究生专业。比如说石溪大学的核物理专业就是全美第3。你到石溪大学来，无论是你在读的时候还是你毕业以后，你都会得到很多的机会。最后我祝你成功，谢谢。当我在中国读本科的时候，我曾经在重庆的西南医院病理科实习，在那里我发现我对癌症研究感兴趣，这也是我来到石溪大学的原因，因为这里有世界一流的医院和癌症中心。在药理系，大部分教授的研究都与人类疾病相关。我现在在 Huntington 教授的实验室，我主要是研究 FBW7 和 FAM20 这两种蛋白在人类疾病当中的作用。我们实验室主要是研究 DNA 修复及与之相关的疾病，比如说癌症。在我们实验室主要用到的实验技术有细胞培养 Western Blot QPCR 和免疫荧光，同时我们也可以使用系里公共的共聚焦显微镜，并且我们也可以在校园里做 DNA 测序和流式细胞。研究生的学习是非常紧张的，所以我们也需要有时间来放松自己。在我们系每个月都有定期的聚会，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和其他的系一起举行。为了毕业，我们需要通过 Qualify Exam， 同时还需要撰写博士论文。我现在是2年级的学生，在我们系学生通常需要5到6年的时间毕业。我希望将来继续从事癌症研究，当然我也不排斥其他的可能性。石溪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主要优势包括高质量、有深度、多样化的科研项目以及学识渊博的教授，他们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科研经费组合也十分丰富。我们系教授的经费有各种来源，比如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能源部等联邦机构，以及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和初创公司。我们还有与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合作的项目，在那里做实验的学生可以使用先进的设备，如国家同步加速器2代光源。目前我的一个项目是药片的溶解，这个重要现象没有被人们很好的理解，而它对于研发新配方药具有关键的作用。许多药品由于存在溶解问题被美国食品药品安全局召回。应用离散波尔兹曼方法，我们建立了一个3维模型来模拟药片在速度和剪切力随位置变化的复杂水动力环境下的溶解过程。并行的程序代码使模拟相对较大的体系成为可能。通过计算机模拟，我们现在可以预测溶解行为，并将其联系到制造过程中的可控因素，从而有可能减少被召回的药品数量。我的研究方向是建立复杂体系的计算机模型，去理解表面和界面的平衡态与非平衡态行为。通过合适的数值方法，我们能够通过计算机得到某个体系的信息。我的模拟结果可以用于研究机理、建立理论、指导实验，以及提供各种行业解决方案。我正要完成第2年的学习，我计划在未来3年内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希望在一家跨国公司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位。我之所以选择石溪大学，是因为它物理系的高排名以及其物理系所涉及研究领域的广泛。石溪大学物理系的教授们曾经因为他们的工作获得过很多奖项，这里的研究内容包括凝聚态物理、原子分子物理、核物理、理论物理、生物物理以及天体物理。
这对于如我这样刚步入博士阶段并没有明确自己研究方向的研究生而言是一个很大优势。幸运的是，实习大学物理系每周会邀请其他大学从事不同领域物理研究的教授来此开研讨会，讨论他们的科研工作。正是借此机会，我了解到了我如今正在从事的科研项目。我现在所在的工作组是实习大学实验物理组的一部分，我们同时也是致力于研究中微子的 IceCube 合作组的一员。 IceCube 是一个位于南极的中微子探测器，一个在我工作组中的同学曾经帮助在南极基地的顶端架设了一部360度全天空照相机，以此来观测南极上空云层的运动模式。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亲自去看看这些实验设备。我来到实习大学快3年了，借此期间我完成了所有的课程要求和教学要求，并通过了笔试和口试，现在已经获得了博士候选资格。我希望在2到3年之间能够获得博士学位。我非常喜欢我目前的研究项目，并认真地考虑将来会以学术研究作为我的职业。大家好，我是电子工程学系5年级的博士生，我研究的是无线传感器网络。传感器呢，用于捕获来自环境的信息，它提供了一个物理世界与计算机网络之间的桥梁。在我们的实验室中，我们使用移动车辆来收集数据，车辆集成了计算、通信和定位的组件，它提供了一个移动的平台来完成各种任务。我每天从实验室从上午9点工作到下午5点，我的工作包括阅读论文、写论文、硬件设计、分析、计算机模拟编程，以及与实验室的同学进行讨论。在实习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我已经在重要的会议和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超过10篇论文，并且共同撰写了一本书。我也有一个由纽约州立大学研究基金会所提交的专利申请。我之所以选择实习大学，是因为它在工程领域卓越的声誉，以及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离纽约开车只需要1个小时，同时也因为我的导师的研究方向与我的兴趣非常吻合。目前我的学业接近结束，我可能还需要最后一年来完成学习。我相信我在博士期间所获得的分析能力和研究技能将对我的未来职业生涯有很大的帮助。我未来的打算是选择在研究领域创业，或者是进入学术界。在本科阶段，我就已经对化学生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化学生物学研究在纽约实习大学十分有名，在该领域我们有了很多重要的发现。我所在的化学学院发明了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同时在化学楼的1楼，我们有着世界上第一台核磁共振成像的仪器。我们的核化学研究在北美排名前5，实习化学在许多学科享有盛誉，其中最著名的是包括电池研究和核化学研究的一些学科。另外，在化学生物学研究，实习收到国家健康研究所的研究经费。除此之外，实习大学与 Brookhaven National Lab 的亲密合作给予了化学学生非常丰富的研究机会。我现在主要是在研究结核杆菌对于胆固醇的代谢。结核病是当今世界上致死率最高的疾病之一。最新的研究表明，胆固醇的代谢可以提供给结核杆菌必备的能量和一些碳源，并且人类是不具备代谢胆固醇的能力的。因此，如果我们能从分子水平上了解到结核杆菌对于胆固醇的代谢，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开发出一些策略了解结核杆菌。我们已经成功发现了一系列的药物靶向位点，并且正在研究可以抑制这些靶点的药物。当然了，我们不光仅仅局限于科研，我会在我的研究中不停地 take coffee breaks。你好，你需要喝咖啡吗？One second。目前我正在进行博士第4年，我博士毕业将会在今年夏天举行。今年秋季，我希望我在蒙特利尔的一所实验室开始我的博士后研究。虽然我还没有决定在我博士后之后我要进行什么工作，但是我对基础科研的热爱是不会停止的。We hope you found our videos to be informative. Thank you for watching. Welcome to Stony Brook.